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卡式炉的充气机，它是由一台封口机、两台充气机。我们常规的都是一台封口机，配一个充气机。但是，为了增加它的灌装效率，我们采取这种双充气的装置，最大程度的能够提高我们的那个降低人工的成本。从右侧到左侧，依次是封口头跟金黄色的两个是充气头。设备的底板下面，分别是代表两个那个充气的压力表。我们这边，黑色的开关，是对应的控制所对应的机器的。右侧的这个绿色的是一个紧急开关。我们现在请我们工程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视频。开始。OK. 因为你看了。